好，这个范伟，我是来台湾已经是8年之后再回来的哈。首先感觉基本上变化不是太大，但是有序的提高，我觉得差不多是改善了20%的样子。作为一个台湾过去这么8年来吧，我觉得也是比较相应的哈。台湾我是觉得是一个很亲切的一个地方。来这儿呢，会感觉这是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的风味儿哈，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哈？你到泰国一个风味儿，到台湾一个风味儿，在美国又是另外一个风味儿。那台湾是确实有它的味道，对于我觉得大中华地区吧，有这么一个地方哈，能够保留，那么其实这是正宗的中华文化，那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幸事哈，也希望台湾长长久久哈，可以一直下去，好吧？那这几天呢，就伴随大家一起去看台湾的选举到底长什么样。